好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哦，这一局就来打一场。盗贼的 N12 阿塔，我这一局一样跟熟人打，跟认识的打，冲啊！马上就会唤醒达萨，食人妖帝国就要复兴了。干慢了。你们这些卡，哎、欸，你要再远一点哦，再远一点哦，你要被吃了哦。没关系，他可以隐藏。前面的怪的话，是不是要，就是要多清啊？对啊，多清。就是咱们现在桥头这一端的要清，然后桥下的右手边那两只一手也要清。哦。这什么？知道什么怪东西吗？发现什么吗？有没有动？不小心踩到火山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哦。我想要是吃了什么坏，吃坏肚子吗？为什么瞬间出血？吃了多颗火山还没有死，也是蛮厉害的。
我们开披风进去，开披风出来看假死还是消失。我以为后面那个要清后面那个是要上去清吗？就左边那边有吗？我想知道啊，我是对面那个平台上的吗？所以不需要。那个斗篷，走，走了。这人认领哦。被改掉了吗？跳过去那个。跳过去那个，我们一开始用都没成功哎。那个已经改掉了。哦。我没有用成功过，所以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.
One。这人是几个名条？我现在有点慢。打掉吧，我刚傻逼了，我忘记前面有眼睛，我还走超前面的。没事，我跟上了，可以。你死了？对啊，我超傻逼的，你不知道。没事。
上面的小恐龙先不要打，应该说上面的那个异种龙先不要打。啊，你到了。浪费。
这个。迷惘的大鸟。忘记按 B 可以打，我还在那边跑。对啊，按 B 如果刚刚早开的话，输出应该就不会这么低。哇哦，直接烧到一个跳石化。不错，比我想的还厉害。掉，有一只掉下来了。好。反正我们要等这个吧。啊！掉下来了，痛！不要在那边打，不要在那边打。我们可以出来一点打吧。可以。蜘蛛可以跑那么远的、哦，对啊，所以才说不要在那打。刚刚如果没有先上来的话，我们就、拉出来打就好了。你下有人，好，可以拉。我一直以为有法师，然后没有开嗜血虫。来来来，谁是法师？阿修，我完全没有。所以我们第一网都没有出血吗？哦，是。没放心。
然后要自己打咯，我那个位，那个太多了，我不去了。放心。他讲，哎，好，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